刚才在天魔族的身上留下的追踪虫，后来看看他跑去哪儿了。天狐山教大人，大事不好了！<笑>虎爷，何事如此慌张？没看爷正在办事呢吗？启禀大人，我们的猎魂计划被一个人族破坏了。什么？何人所为？ 小的不清楚他的身份，废物！一件小事都办不好，要你们何用？大人饶命，饶命啊！废物就该去死！红海城应该有不少修士，只要把他们都除掉，就没人能再破坏我的计划。来人，在！你们去举办一个招募会，利用重金将城内修士吸引到我这里来。是。记住，切勿暴露自己天魔族的身份。明白。人类贪婪，种金之下，那些修士肯定会被吸引过来。 也要抽干他们的魂，将他们杀得魂飞魄散，助我突破。原来如此，天魔族竟然隐藏在那里。上仙，请收下我，让我成为你的追随者吧。我还有事要办，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。上仙，哇，这里竟然在招募修士做护卫，月俸禄10两黄金。 天哪，比抢劫还要赚啊！招募，看来就是这个地方了。诸位，你们对招募感兴趣？这招募简直是在送钱，我们当然有兴趣啊。很好，但我们要招募的是强者，会对前来应聘的人进行一些考验。你们可有意见？没有。人族真好骗，你先回去埋伏好。 我借用考验的名义把他们带进去，到时候一网打尽。嘿嘿，好主意。这次招募名额不限，有意向的便跟我来吧。喂，我也要参加招募。啊，你哪位？这小毛孩不像是修士啊，别想凑热闹。你们刚才说明额不限，我参加不过分吧？<笑> 不过分，一点都不过分。诸位都随我进来吧。你们暂且在此等待一下，我去筹备考验环节。<笑>修士的灵魂可比凡人强大的多，天虎战将大人肯定喜欢。附近的修士都召集过来了。 是的，大人，捕获灵魂的阵法也已经布置完毕。<笑>开始吧，让我欣赏你排的这场好戏。<笑>是。这么久了，怎么还没回来？我们不会被耍了吧？就说嘛，怎么可能有人花那么高价格招募？啊！发生什么了？喂。 招募的考验环节来了，通过考验者即可进入下一关。未通过者死。哪有这种要人命的考验？分明是拿我们当猴耍！跟我一起去教训他。在战将没出来之前，我还不能暴露自己的实力，先做闪光虎斗。自量力。啊！ 他们真的是修士吗？这么不抗揍！可恶，这些家伙在下死手，这根本不是招募，而是有计划的屠杀。 算你高级世界命运迎来转变。
没有所谓的他嘲笑欺凌人间，在底层中挣扎，渴望奇迹出现，偶然击溃了灵气，读者心再见，命运转瞬之间，西风狂回耀眼，只要守住守卫者，背负你再翻翻，希望曙光实现，未来不再遥远，好像心愿成不改命运这一段。修仙路上孤单，心里无奈无限，把激动决心带来更多可能，不退不退低头，勇敢面对挑战，每一步都坚定，都是新的精彩。命运转瞬之间，西风光辉耀眼，只要守护守卫成背负在怀怀，希望曙光呈现，未来不再遥远，踏上新的征途，带你与这一段。相信世界，勇敢面对天天，守土道路漫漫，迎来新的考验，祖国共生长大，不再受人欺凌，用自己力量守护细心的命运。命运转瞬之间，西风光辉耀眼，只要守护守卫者，背负在怀怀，希望曙光呈现，未来不再遥远，踏上新的征途，带你迎着光。